给你请坐，你请坐，你没有成立要，我要打总机了，我不打，请坐，谢谢，这是我的总咨询时间。你会打我手机啦？我大概在几个月前，陈志忠议员也咨询过，希望我们跟当地六个里的里长面对面，好好听一下他们的心声。郭建盟议员也有跳进来，还有几位乡当地的议员都很关切。那我去住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第一个听劳工的声音，第二感觉大林埔的空气，第三个第二天早上跟大林埔的居民，然后前一天晚上也有座谈会。座谈会的时候，我还特别说，议员大概也在，我讲今天我来，你就讲愈咸愈好，千万不要。我伫现场，我知影。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咱一定要面对问题，绝对不是逃避啊，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对大林埔迁村以及2018年我们行政院所核定的要纳入全国循环产业专区试点计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申请计划，我们非常感谢行政院，那愿意重视这个案子。也长，这我知道。我说迁村办公室什么时候可以成立？五月以前，五月底以前。我们一个中央委办公室，另外也跟陈志忠议员报告，拜托回去告诉大林埔的居民，我们市政府真的有这个心来推动，而且责成不是光都发局，我们已经请李世川副市长专门针对大林埔迁村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再拖下去，对高雄、对大林埔都不公平。对，市长的意思是说，五月底之前会成立迁村的专属办公室。好，谢谢市长。我希望市长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来签署啦？哦，这个四部一没有，不会因为这样没房子住，还是讲没负债，不会让文化的根灭失，哦，不会怠慢其他的改善，哦，没有任何不公平待遇，是不是？起掉列当帮我们签署这个承诺，请市长回答，谢谢。郑志忠议员，非常感谢你。还在公会的大林埔迁村，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的责任咨询，要求市政府重视大林埔迁村，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你刚刚讲那个四部一没有，或者将来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会五部二没有、三部八部四没有等等。目前是这样。我的建议，您讲的这些目标都非常好。请求你那百万千不？不是，我们携手合作，往这个目标全力来迈进。阿雷赫伯，我们尽可能来做，尽量迈迁，因为迁这吼啊。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不是不敢签的，哎，不是不敢签。这波政敌想提掉这波陷阱哦，你注意来看，这 OK， 这波陷阱提了。议员不是不敢对沿海的承诺，不是不敢签，好不好？我十八岁以后也没怕过什么事情，你不要怕。我不是说你要征服宇宙，你不会怕，是说我们的目标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都是希望帮大林埔两万个居民找到更好的未来。那所以市长是认同的，全力以赴，哎，市政府也感受到。你对大林埔居民的关爱，我们一起来努力。所以五月三日要签好不好？市长有认同哦，议员，我们真的认同，好不好？我谢，我动作你有签吗？谢谢市长，请坐。啊，非盈利的问题，哦，这大家知影，所以是不是请吴局长？我打分机了啊，吴局长他了解，今年度要增加几个公用名额？请局长给我们个数字，请局长回答。我们请教育局吴局长答复。好，谢谢主席啊，副议长以及。一年要增加几个公用名额？谢谢局长。可以，我们必须要把事情讲出来啊。这个我们的整个的幼儿园的政策是教保平价化，也就是私幼它改成准公共化政策。局长，你针对问题回答。非盈利和公用。今年要增加几个公用的名额？针对问题。不能只单独对公用，我们要对于整个的育儿的政策来。所以现在不设公用了，是不是？不是不设。而是现在目前公立学校，我242所小学，所以目前不能设的，我有211所已经设了，其他的是他没有幼儿园，或者是他没有迫切的需要啊，没有迫切需要可对，但是你又都进别落座呢，你说没有迫切的需要，我们跟他对价高就高台啊，你不要站上局，局长请坐，局长请坐，你不要站上局，给你请坐，你请坐，你没有成立要。我要打总机了，我不打，请坐，谢谢。这是我的总咨询时间。你会打我手机啦？我手机比较好用。我没有打你手机啦，哎，我挂一个手机，人家太有用了。手机今天不会问到我，就你加贼啦，加贼好了，丢下，谢谢。我们要请韩市长，我总机要回答啦。市长，这是你的政见啦，啊，结果你请的局长居然说这个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刚搞大也对。